I sincerely thanks and acknowledge every one of you who extended help to us for making this event a great success. Hope all of you could unhold the value of integrity and continue work hard to achieve greater success in future. It is my pleasure to join you, Asia Honesty Award 2020-2021. The success stories of tonight's award winners will motivate younger entrepreneurs to scale and compete effectively in the future.今天很高兴得到诚信奖，给我们公司一个很大的鼓励，感谢团队的付出，感谢所有的顾客群的支持。很荣幸我可以获得这一次的这个亚洲诚信大奖。在这个四年里呢，我们公司也慢慢的在马来西亚各个的州属呢已经布下我们的这个站点，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我。很荣幸也很高兴我们能够得到此荣誉，希望接下来我们会再接再厉，爬上另外一个高峰。诚信大奖对我们的公司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得到这个奖项呢是大会还有所有顾客对我们的认可。这一次是我们第五次蝉联这个诚信大奖，见证了我们的努力全部有得到回报，也得到了认可。我要感谢所有我的团队可以一起打拼到今天，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带领我们团队创造另一个高峰。那客户的信任呢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有诚信的公司才可以带领我们去到很好的一些的未来。很荣幸可以获得亚洲诚信大奖，感谢所有顾客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努力做出更好的产品给消费者和品牌方更多国际等的优质产品。非常荣幸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呢在这里得到这一个奖，也感恩公司多年栽培我。今天呢就非常感谢就是举办单位这边也让我拿到这个奖。首先非常感谢大会颁发这个奖项给我们，对我们公司的肯定。特别感谢我的 partner 是我的老婆 Carol， 是她让我明白做人做事是要以诚待人守信用。我要在这里多谢我们的伙伴们员工以及我们的顾客的支持。很感谢这次 HWT 派这个奖给我们，让我们更有诚信更有实力去对待我们的顾客。一直以来 DA 都以诚信二字为我们的主要理念来服务我们的顾客，接下来我们 DA 会往这个方面更加努力的发展。I believe the vision and the creativity of this award have elevated the SMEs in Malaysia to the significant level. Congratulations once again to the award recipient tonight.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future achievement with a high expectation.感谢今天的主办单位，感谢我的团队，感谢我的家里人，也感谢我的太太。接下去我们会做到更好。我希望这个诚信可以带给我们公司另外一个高峰。我也承诺我和我的团队将会带给顾客不一样的体验。非常荣幸可以获得这次的亚洲诚信大奖，在此非常感谢我的团队在这三年来的支持。这一次得到这个奖其实对我的公司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行业 Honesty 是很重要，在我们的创业的路上。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团队支持我们一路走来到现在，很荣幸自己在30岁的时候可以拿到这一个奖项。我们是秉承着我们的那个初心，来就是把我们最好的那一个价值来呈现给我们的顾客。优秀的企业是来自于诚信以及对客户的责任意识，有了诚信我们的企业才可以生存及继续发展下去。非常感谢 AEEF 商会 HWT Group 公司给了我这个平台，让我实现自我的价值。我们的公司是以诚信第一赚钱第二的模式来经营我们的模式，我希望以后能够把这份生意模式传承下去。今天能够荣获这四个奖项是属于大家的，希望能够与大家共度辉煌美好的未来。我们将秉持着以诚意及有爱心的教育理念继续灌输新一代，以让接下来的精神力军可以成为国家最有贡献的栋梁。有没有背景呢？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能够自己创造背景，
成为 Dear 伙伴们最强的后盾。我们来自 Wood & Coast Interi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们做了10年，感谢我们的客户的一路来的支持，感谢我的团队们无条件的付出，在我最辛苦的时候帮助我鼓励我。首先呢，我先要感谢我的家人，还有呢我的伙伴见我的姐姐，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团队，非常的开心和荣幸可以得到这个亚洲诚信大奖，非常感谢主办当局给予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一个奖项。对于我来说呢，成功不在乎你能做多少东西，而是你能坚持的不断的去做多少东西。今天呢拿到诚信大奖呢是第4次了，很感谢也很感激 AEEA 颁这个奖给我，谢谢我的团队们，我的家人们。我要告诉所有的女性朋友，其实家庭主妇也是可以的，只要你坚持，坚持是真的很重要，所以各位姐妹们，我们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Gavin， 都很多谢大会颁个奖给我们，我们接下来会更加努力，多谢。非常荣幸我们能得到这个奖项，然后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肯定，接下来我相信我们还可以协助更多中小型企业在这艰难的时候转型成功。得到这个奖项之后，我们相信我们跟我们团队也会更努力的往上爬，把更好的东西更好的服务带给我们的顾客。其实我觉得诚信在企业发展方面是非常的重要，这是让企业走得更远更长久，谢谢。